翁宏阳是有独狼潜质吗？只能独苗闯天下。当男单其他球员表现好的时候，他就一轮二轮了，当只剩下他自己的时候，他就能支愣了。先抑后扬，翁宏阳今天又是打阴击，虽然第一局有点失灵，但后面两局恢复正常。澳洲羽毛球公开赛，翁宏阳16-21、21-10、21-9雷斯塔维托。下一轮翁宏阳 vs 周天成。第一局的雷斯塔维托真的状态太好了，阔别赛场四个月回归之后打出了非常好的状态，把小翁控制的比较好，但随着比赛的深入，体力下滑，翁宏阳全面接管了比赛，后两局分别只让对手得了10分、9分。小翁昨天送走奈良刚工大，今天力克雷斯塔维托，明天和周天成抢一个四强名额，加油吧，全村的希望。周天成今天2-1逆转赵俊鹏，赵公子太不给力了，不然就能锁定四强名额了。井号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井号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